喂，婆婆，是我，我是婷婷。哦，婷婷打电话回来啊。婆婆，新年快乐！你可以叫妈咪来听电话吗？啊，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。哦。姑姑，太婆听不到你讲话。小轩，新年快乐！你可以叫我妈咪来听电话吗？咦，三叔在拍红包哎，姑姑您等一下啊。小轩，小轩，阿玲阿玲，哎，婷婷，是二姑，哎，我们刚弄好了新鲜黄梨饼，等你回来吃啊。二姑，新年快乐！哎，一样，你可以叫妈咪来听电话吗？小轩，不要在家里点烟花，去外面玩。是你，明，是我。你还好吗？婷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没有，没有啊，一切都很好。我只是很想像以前一样，每个大年初一都向你和爸爸拜年。你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婷婷。啊，爸爸也在这里，我们都在等你明天回来。你，我，我懂，我懂的。办法的。那时候我真的不希望你们跟你妈和其他女人一样，不能回家过年初一而感到悲伤和失落。